其實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咧，我哋知道係一個兩陣對決嘅一個選舉嚟嘅，亦都係一個公投。其實你話如果喺地區嘅層面裏邊咧，一定唔係話淨係得社區票。如果社區票咧，其實可能係都會輸。咁但係今次因為有七成嘅投票變成原地，咁有好多我哋嘅數人啦，好多地區主派嘅朋友都贏咗咧。其實我哋係香港人共同創造嘅一個奇蹟。我哋香港人亦都共同去用我哋嘅選票呢一個結果去話俾特區政府聽，每一個嘅暴政，每一個嘅恐懼，其實係需要正視。所以今次其實我哋覺得係要醒醒啦。當然我哋知道係靠我哋自己個人嘅成就啦。呢一個完全都係一個嘅公投，反映緊香港人嘅意願。咁你點樣跟進議會之後嘅狀況？即係有啲乜嘢呢層嘅嘢可以跟進嘅？包括警方啊，即係或者政府啊，正如剛才都有朋友講，其實我哋區議會希望做到有帶頭，就係、是、我哋好多朋友地務嘅手足，佢哋唔敢去投訴警察。但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呢一個議會，我哋成立一個嘅小組，去讓呢一班係受到警察嘅警暴虐待、殴打呢一啲嘅情況嘅手足，佢哋唔敢去投訴，亦都唔信任警察去投訴，希望就可以嚟到我哋大師會去反映翻，其實。即係邊一啲嘅警察係做錯咗，係真係有一啲嘅濫暴嘅情況、暴力嘅情況。我哋希望做到一份嘅報告書，能夠唔單止係區議會層面，可能係講緊我哋係可以去到立法外國國外，即係極外國嘅地方啦。去提交我哋呢份報告書，即係等全世界朋友都知道香港嘅警察發生咩事。咁啊，你點睇呢六個月反送中運動呢件事？其實我哋香港嘅訴求好簡單，淨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我相信呢一個已經係能夠平息到好多香港市民嘅不滿。但係林鄭佢嘅命運不靈，令到佢最好嘅時機已經錯過了。我相信如果今天佢淨係單單講話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唔能夠真係滿足到香港人嘅訴求，亦都係我哋一定要五個訴求，我哋都要去滿足，我哋先至香港人相先至會去能夠即係。才能夠去罷休，或者即係都能夠係覺得係滿意咯。其實同埋咧，就警方咧就出咗一個報告，話有超過5000多人咧被捕，咁啊超過1800人被理大被捕。你點樣睇？即係咁多人被捉被捕？其實好明顯，就算唔係單止講理大，其實。近呢半年以嚟，根本每一單都係，每一單都係警察佢自己嘅 EQ 夠，佢自己係只要係有一啲嘅遊客或者係一啲嘅市民聚集，佢就要去拉人。其實佢嗰啲市民係冇做過任何嘢，佢哋可能講一句嘅口號，佢就要拉。我哋覺得好心痛，即係點解香港而家係可以去到咁嘅情況，係已然入罪嘅，直情係。我哋冇可能喺香港裏邊係冇犯過法嘅情況底下被警察拉，呢一個我哋係絕對唔能夠容忍。所以我哋希望透過而家區議會，希望能夠成立到呢一個小組啦，咁能夠即係將警察嘅問題呈現出嚟。
亦都好似咁其他啲朋友香港市民嘅地方講，要解散警隊。呢、這、一個可能做到呢一步，香港人可能先至真係能夠做，能夠係滿足到香港嘅要求。咁其實特朗普之前簽署咗民主人權法案啊，你覺得對於香港人嚟講係咪有幫助咧？無可否認，呢一個係一個強心針嚟嘅，咁令到可能有好多嘅在位嘅人係會咁肆意咁樣去提議一啲對於一啲抗爭者或者係一啲示威嘅朋友被捕受捉，係有任何嘅再上一步嘅不公平嘅對待，我相信某程度上佢係都係有一個阻嚇嘅作用。咁但係我哋覺得唔係一個國單單一個國家嘅關注係足夠，我哋希望係由美國做起，所有其他國家，譬如加拿大而家都開始，即係慢慢其實全球都開始真正咁樣關注，而係真係能夠希望透過制裁咧，能夠令到相關嘅人士真係得到佢應有嘅，即係一啲嘅。我不知道我可唔可以講話報應，但是都是需要去做一啲嘅制裁對於佢哋。你覺得呢件事會唔會好快發生咧？即係話制裁嗰啲納粹啊，或者納粹我哋期望會啦，期望會有加快嘅一日，亦都希望亦都藉住呢一個嘅即係制裁啦。能夠真係係一個警號，跟住等起碼而家在位嘅人冇咁肆意咯。呢、這個我諗第一步咯，希望能夠做到。你話真真正正嘅制裁，可能都係要再即係之後去再講咯。咁但係起碼有呢一樣嘢嘅存在，我相信係希望能夠真係會阻擋一班真係而家喺度做緊一啲暴政嘅人嘅一個警惕。你點睇何君堯落選啦？你覺得係咪佢其實係地下黨員？我唔知你即係佢係咪被中共暴力咗？佢有冇被中共暴力？唔知。但係咧，好清楚民意就係今日嘅結果就係話，香港人係需要一國兩制。呢、这、一個係我哋嘅核心嘅價值嚟嘅。如果任由一啲我唔知係一啲乜嘢人啦、去破壞呢一個核心嘅價值咧，我相信咧就會香港人會出嚟，會透過佢選票，會透過我哋嘅行動去話俾想破壞一國兩制嘅朋友聽，佢哋係唔會成功的。其實早前一樣嘅啫，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裏面我諗就算中國人好，我哋即係香港嘅朋友，我哋所要求嘅，我哋唔係話想要有啲乜嘢一啲嘅富貴榮華啦，而係我哋希望最基本嘅人權能夠自己維護到。呢一個其實民主自由係一個普世價值嚟。咁我哋會明白係不離不棄嘅，但係我相信係真係需要去繼續堅持。咁我哋希望能夠喺中國內地都有民主嘅人。你覺得係咪其實係即係共產黨倒台香港人嘅抗爭成為咗一種？我想我們看的可能就是在香港裏面，當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即方向，但如果對於我來說，我自己就一定是要守住這個一國兩制的。
實而家去到即係歸咁多年之後啦，其實中共係一路一路咁收窄香港嘅言論嘅空間嘅自由，係一路一路收窄嘅。咁我哋都覺得需要去更加去即係正視呢個問題。可能過往我哋就係埋首呢個地嘅區議員社區嘅工作，淨係諗住即係搞好自己嘅社區。但係今時今日就算我哋一個區議員嘅身份，我哋都唔應該淨係講關於即係關注社區問題。我哋要將咧區議會嘅層次都提升，提升到一個都係要關注翻地區